公司就派我哋三个女仔去西澳，行程咧我都已经谂好晒噶啦，就系要食，仲要食咗成个西澳啊，仲要有水上运动消下脂先得。咁至于女子组嘅精髓就梗系疯狂打卡影靓相啦。至于今次咧，我哋就系坐新加坡航空去拍摄啦，我哋出发啦。话明系美食之旅，咁飞机餐当然要食特别啲啦。原来坐 Econ 除咗 menu 嘅飞机餐，新航仲有成20几个特别餐款。今次就叫咗海鲜餐，睇你啲大字几大粒。我就叫咗个生果餐，拣定地先啦。仲有喺生日或者周年纪念日，仲可以免费安排蛋糕，系咪够晒惊喜先？记住出发前24小时喺网上预订啦。第一站我哋就去尼帕斯，大约一个钟车程嘅 Mandurah 呢一带嘅海域都系盛产野生龙虾噶，当然唔可以错过呢个野生捕获龙虾团啦。其实白色浮呢波波咧就系放龙虾笼嘅地方啦，咁佢就会逐个点咁样同我哋去收龙虾笼啦，都唔使好大力嘅啫，其实佢自动嘅。阵间嘅午餐啦，呢个就系我哋头先捉嘅龙虾啦，好晶莹剔透啊，真系，好淡啊。我好想吃咧！佢呢个咧系特登用咗加力 butter 煮咗超香，三隻手指咁粗。仲有咧啲龙虾肉系胀卜卜噶，好多肉啊！我觉得可能野生嘅关系咧，无论系睇啦定系食落去咧，都系比较结实一啲嘅。呢个 cruise 系唔可以错过嘅，如果嚟到 Perth。佢系既惊险又 enjoy。之后我哋继续南下去到 Margaret River 区。参加一年一度巴罗晒全西澳美酒佳肴嘅 Gourmet Escape 啦，呢个美食盛事会喺一年十日，以唔同主题喺相应嘅地方举办噶。而呢一站咧就喺沙滩隔篱 BBQ 啊，入边嘅环境咧要超靓，好啱打卡。只要买咗飞咧，入到去就可以任饮任食噶啦。即场烤嘅美食系由呢三位西澳嘅名厨烹调，配合埋美酒同埋呢片蓝绿色嘅海，无论系味觉定视觉都好享受啊！同朋友一齐倾下偈，影下相，超足全日，真系好叹啊！要讲叹，有边度去湖边高级餐厅食嘢咁叹啊？咁讲咩 skip 咧，就系唔同嘅主题啦。好似呢度咁就系 fine dining， 呢一度咧其实就系一间酒店嘅餐厅嚟嘅，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周围都好 elegant， 好高级噶。而叫咩 skip 咧？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同唔同嘅名厨合作。咁今次咧，佢哋嘅大厨就系嚟自意大利嘅。两位名厨设计嘅六道菜都非常精致，每道菜都会配翻相应嘅酒，可以话系相当讲究。计我话咧，食嘢之余仲可以 shopping 嘅市集就最吸引啦。呢一个喺酒庄举办嘅 Gourmet Village 可以试匀晒超过150间摊档嘅美酒美食，仲有手工艺品卖添。除咗外边嘅 event 之外咧，我哋今次仲参加咗新加坡航空安排俾我哋嘅 wine tasting。咁呢两款酒咧，都系可以喺佢哋嘅 business class 嗰度试到嘅。Gourmet Escape 每年都会喺11月左右举行，如果想参加就记住早啲订飞啦。今次住嘅酒店都要食尽佢啊！呢一间喺郑柏斯市中心嘅 Crown Tower Hotel， 房间嘅落地大玻璃望住池景加海景，真系够晒叹啊！晚餐可以去试下星级名厨 Neil Perry 嘅 Fine Dining， 早餐又可以食尽唔同国家嘅菜式。而家经新航假期预订机票，连两晚住宿仲会送多一晚，喺12月20号之前订购，价钱仲会优惠啲添。